赛鸡枞，主要平菇、冬笋，辅料葱姜、干辣椒。千万别切，要撕条。撕，手一撕条，起火了。嗯你看这水头还大，含水量还高。好嘞，这个笋也是，笋切成丝儿，这个我们这个笋呢，也没焯，这您得攥。有史以来啊，开始第一步咱攥。你看这水，又是拿手撕，又是拿拳头攥。为什么要攥呀？这笋啊，酸涩。这个要攥吗？这也得攥呀。这个笋呢，随意啊，您爱吃呢多搁一点。啊，平菇也随意是吧？对，您还得攥，使劲。哇，哎，别说，平时我们还真的没这么攥过，还不知道这里面这个水分原来这么大啊。你焯完了，您现在往里搁油吧。您要家庭呢，可以不炸啊，多煸一会儿。其实这炸的也好，这个鲜味儿容易油，那成了菌油了。您再炒才更好。哦，就直接放锅里边了啊！我以为您上面还不得撒点什么？什么都不用，淀粉啥的呢？不用，这个油温低点，高点都没关系啊。高点炸得快点，油温低点呢，就时间长点。当然油温高点的会更好。够了，再说那点。都得使了一会儿。哦，都使了啊！一会儿您看，那我们攥的不干，我们给它炸的外皮焦挺了。我们在炸的过程当中啊。您得捞出来挤挤油。之前的步骤特别简单，就是撕吧撕吧，啊，切吧切吧，攥一下。对。但是这个炸的过程好像还挺费事儿的，它都要反复的炸一下。最见功夫就是这个炸了啊。哇。咱们就要炸的稍微轻一点。哦。如果您要是当冷菜吃的话，要做麻辣鸡枞当冷菜吃的，那您一定要炸上了色儿，甚至呢，出来以后要，攥完了以后再拌点色儿。来点酱油之类的拌拌它。哦。啊，我这咱们现在做的什么呀？咱们做的热的啊，热菜不要太干。这咱做热菜，冷菜还得炸呢啊。要你要做冷菜，这是炸收的，烧完了以后回软以后晾里装罐里边。啊。当个小咸菜吃，当个韭菜吃非常好，啊。这个笋一样，也要炸那么干吗？也要炸干了，也要抽了抽了水，这水头大。它烧完才能吸味儿。如果它不干，你想它怎么能吸味儿啊？它也发不上味儿，它也不吸味儿。水分干了，水它也吸收水分，那味道就进去了。这个油啊非常好。真的特别香的。你看这个我们，就可以给捞了，笋丝也干了，是吧？哎，一会儿一烧，最后这油啊吃完了剩下了，下回再使。再做的时候搁进去，这老烫。哦。你看这又揭秘吧？又揭秘。赛鸡枞若想做的好吃入味，接下来的步骤可至关重要。究竟如何在家制作麻辣汤底呢？仔细看好牛大厨炒料和调味的两个步骤，您呢也可以轻松掌握麻辣汤底的小技巧。咱们留点油，花椒多搁点，麻辣味让它足一点。哇，这辣椒也是，这是凉油里边要放那干辣椒跟花椒是吧？对。然后你看姜，刚才都不切，现在来切呢。来得及。一直是小火，对，小火。咱们再来点葱啊！您别着急，小吴助理在这给您扒拉着呢啊！这一会儿炒完之后，这料还要吗？一会儿咱就捞出去，因为你煸花椒、辣椒慢慢煸，给它焙香了以后啊，我们还有辣椒面呢。哇！哇！跟着离火啊！这个别在火上紧着，这一会儿它糊了。先加一勺黄酒啊。然后我们就跟着往里边加酱油了。这酱油呢，多搁两勺啊，来三勺。我们还往里边再搁点水，如果开水呢，搁点开水啊。把火就开大了啊。哎，我到现在我有点晕，我不知道您这个这么多汤，一会儿再把东西再放进去吗？煮透了以后，您把花椒、辣椒、葱姜一挑完了，是不是就剩这个辣汤了？辣汤，对吧？嗯。我们把这一调味儿就 OK 了。这得煮开之后多长时间？就两三分钟的事儿。两三分钟事儿，煮出味儿了就得。如果全辣椒、花椒全在里边，您吃还得挑。咱辣椒这个味道，你还得让它出来。这个时候啊，这锅开了，味已经出来了。咱们把这花椒、辣椒、葱姜，咱们给它捞出来。捞时候您注意挤挤汤，是吧？好。挤挤汤，让味儿全留在这锅里边。好了，这时候咱就把这个下锅。一完之后，咱们把这东西放进去啊。对。这时候就该吸味儿了，基本上没汤了。哇！咱们再加点黄酒啊，再来两小盒黄酒。我们这里边呢还要加白糖啊。糖呢，您得嘬嘬实实这么一勺。哎呦，好。
要加盐，当然做凡是做麻辣味的菜，咸味要厚一些。嗯嗯，适当的加一点，来上这么一小捏儿，收汁儿啊，这一收汁儿齐活了。这个菜啊，嗯，说心里话，真是不好看，知道吧？真是不好看，但是真的好吃。它是一定是吃味儿的。嗯。啊，这好了啊，你看这一收汁儿，汤汁没了，刚才搁了好几勺汤吧，眼瞅着吧，晾油了，好了。好，出锅。您要是愿意好看呢，这个季节是吧？切点碎的青蒜。步骤一：苹果洗净，撕成条，冬笋切丝，两者分别攥出水分。步骤二：油温五成，放入平菇条，炸制过程中捞出挤油，再次放入锅中，炸至上色儿挺实，捞出控油，下入冬笋丝，炸干水分，捞出备用。步骤三：圆锅留底油，放花椒、干辣椒煸出香味，放入姜丝、葱花煸出香味，放入辣椒面，离火煸炒，放入黄酒、酱油，加入开水，转大火煮开之后，捞出花椒、辣椒和葱姜。步骤四：将炸好的平菇和笋丝放入锅中，加入黄酒和白糖，加入少许盐，收汁之后即可出锅。那好烫，好吃好吃，那好有嚼劲儿啊！就觉得越嚼那个蘑菇香越浓，而且再加上那个酱料的香味儿。来碗米饭吧。咱们没给它炸得特别干哈，它有些那个平菇里边还带点水头，嗯，嚼起来之后有些是干的，有些里边是嫩嫩的，像肉一样，对，好吃。嗯，我刚才就觉得这个特别像肉。哦，太棒了，拌碗米饭，拌点面条也行，太绝了。嗯嗯，家里边的煸也行，炸也行。嗯，要炸呢，油您可以留下，你要做这个呢，您这个油，比如说这油大，我给油避下。嗯，下头再做这个菜呢，还使这油，这是老油了。哎，哦，啊，太好吃了。慢点吃，还有菜呢。